骑到这边再回来的话，大概都是蓝城、单程的话都是这个地方。新港是一个很小，才60万平方公里，它跟嘉义市一样大。对啊，66啦，我们是比嘉义市多了六平方公里这样子。对啊，就是大家的基本状况。那那个1911年新建的这个台铁，那后来县政府这边有保留这个铁道，说在这边旁边有一个观光园区。那我们是也说，今天我们会请那个林菜园的那个老板，等一下会用一个多载交通工具哈，就是让你们兜一圈，然后之后再到它上面这样子。哎呀、啊，那我们先介绍这个县区。所以这些猪的内脏，你都是每天就是到市场新鲜才买的。新鲜的都是早上，马上把它回来，马上做。嗯，你那时候特别挑新猪，可以猪肉什么？你挑什么猪？没有，没有挑猪肉，都是电宰猪的，现在合格的猪的。外地来的他可能会想到这样，我会听啊。假设你家里人的网址是这样，快走站点翻译方式。好，所以我觉得有人应该送来的，就是遇到某一个生活状态，我觉得就是两个看见的，就是他把你这块撒一点酸辣哈，有绿色它会滑。光瓦照的那什么？哦，大概是第三代，独特的味道。对，第三代的你是第三代。我是第四代。第四代。所以刚开始并不是在这个点，对不对？刚开始是在那个旧市